好，我妈过来了。你等我过来了再交啊！那你走快点，那还不得交开吗？哥哥，这太粗鲁了！你这新桌子，咱是新款款的新桌子嘞。哎，这个桌子你知道不知道？你现在叫剪断换一家的，好几百块钱工呗。他愿意给你出不愿意？他给剪断，啊？你先看看真的，你别给他转移话题。你先看真的假吧。哥哥，我说服了，啥？你剪刀都叫剪刀剪断了，这太厉害了。那你给他抬啥杠了？他儿媳妇给他买的，又不是给你买的，你骂人？不是他天天带上那边的，你都说是假的，这不是俺连环的好吗？我你看你假的，你也带了个啥？咱去找老板鉴定鉴定，如果假的，咱就不带他了。那你也不用给他剪断啊，啥？你一剪断，这不是蛐蛐了？这新桌子啊，人家新买的桌子。真的？真的啊，这。俺不得叫鉴定真的。这一剪断，你没看黄澄澄的，里外都一样，而且掂着重量又恁重嘞。这一看都是新桌子，而且上面有钢印的，看没？租金999是的，我想到也不一直加了啊。那啥，你叫他减价呢？你还叫你减。不是想啊，他这加了，我平常不鉴定一下吗？对呀、啊，谁也不想带个加了。奶奶儿媳妇能给你买假货？你这减了咋弄啊？这咋的？你确定减了吧？啊？你管没给他减住啊？这咋减乱了的？你这一减到上，你怪爽快，不止也得给他减两半。那你不会等我来了过来给他看看这呢？你看你吃的胖，你走的慢，你不会走快点？嗯。那这咋弄啊？那这咋弄啊？这。嗯这只有换了，这能咋弄啊？这新款款的新桌子，你看看，你这招人不招人？啥？你一剪刀给他来断？那不得换了吧？那就让俺三两两给换了。那换了吧？那这要是真刀确定换了吧？那换了吧？不管你知道是真的嘛，省得心里给他弄哪。